它的功效就是这样多，所以它我们其实为什么他刚刚那个影片有在谈，不是说因为它性寒冬天就不能喝，其实是看人的体质。那你像我们现在喝的这个，你现在喝它，你身体还是会热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是看体质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一个身体比较寒的人，他对这个喝这个茶的热的效果，他就会比较少。那你如果身体比较燥的人，哇，你一喝的话，他的感觉就会更大。所以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的状态。好，那我们讲龙井哦，龙井也是。你没有带啊？看我们在谈这里的时候，每一个茶，它都有一个。比如说绿茶，它有什么龙井、碧螺春、黄山毛峰。如果我们这个有继续谈的话哈，我们每一次会把这一些每一种茶稍微做深入的了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名字叫做探析，探索跟绿茶，跟解析它的功效。因为你如果对每一个茶名跟它的制作的产地有一些充分的了解，你就知道它的功效在哪里。所以我们针对它的功效来做一些探讨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下次出门要记得来，等一下妈就会来找你。奇怪哈，刚才那个龙井啊，那茶叶为什么说是平的？这个，对，它工艺啊。可是我们草茎不是都没有特别去，就龙眼会变成圆的，或什么之类。它为什么它就会变得都是平？它去压了。好，这个刚好谈这个龙井的时候，因为它其实啊哈，你如果要光谈龙井啊，谈一整天谈不完，因为呢龙井它里面呢、分很多很细，你看哈、光你发现的这个问题。这种是不是常常那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就冲，然后一根一根在那里，直立的。然后龙井啊，它的视觉就是色绿、香郁、味甘、形美。它这四句话的这视觉是什么？它的色泽是翠绿色，然后呢，它的香气是很浓郁的，虽然它是绿茶，但是它的香气是很浓郁。然后呢？味甘就是甘醇爽口，所以你喝起来它一样是会回甘，而且呢会很清淡的一个味，很好喝。下次我找一下龙井，我们也可以来喝，因为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忽然找不到。然后呢，形如雀舌，就是刚刚学生讲的这个，它就是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扁扁的。它是怎么来的？它，你看你所有的牙，看我们那个牙包，它也是圆圆的啊，它不会是扁的。这个是在炒作的时候它的功能。这个就那龙井呢，又有分狮峰龙井、梅屋龙井跟西湖龙井，这个是按照它的区域来区分。那如果按照它采收的时间呢，有分明前龙井、雨前龙井跟一般龙井。所以最上等的龙井是在明前清明之前采收，那以前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谷雨，谷雨之前采收，然后谷雨之后就是一般的龙井。那上面的那个这个狮峰龙井跟梅屋还有西湖的，这个是有区域来的。等一下会解锁刚刚那个写真姐在谈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狮峰龙井是在狮子峰那个地方所产的，然后它的色泽一样是嫩黄，香气很高啊，而且持久，所以它被为龙井之巅，就是所有的龙井是这个龙井是最好的，狮子峰狮峰龙井是最好的，那是在西湖，也是在西湖。它所有的龙井都在浙江龙井西湖那一区
但是因为还有分嘛，就像我们这个台湾，然后有分阿里山，然后文山，哦，那每个区域不一样，所以它产制的茶就不一样。然后狮子峰这边产的就叫做狮峰龙井，梅屋龙井，在这一块啊，哈，梅屋它的一个环境，它产的龙井呢，也都是很棒，然后有特殊的气味。我们有时候在谈地域性的时候啊，每个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味道，因为它那边的土质环境跟矿物质不一样。嗯，去过那个梅屋，你有？对，那是那个旅行社带我们去的。哦，哎，然后去那边有喝龙井？有啊，就是去，就是主要是去喝龙井。对，去喝龙井，去买，哎，好几年前了。哦，十几年前。嗯，对，旅行社带去的。那一般旅行社带去，他都用玻璃杯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要让你看那个芽，然后冲了之后它会浮在上面。还有去看他们炒茶、制茶哈。制茶。所以你看，刚刚说茶为什么会是平的？它其实你看，光炒茶，它要有这十个动作：抖，主要是要让它散开；带，抖完了之后呢，你要带过来，带过来的时候有一点挤压的效果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沿着那个锅面把这个茶就压平，所以因为它是一根一根的，在你这个过程抖跟那个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它不能让它每一个有去黏住，因为你在挤压的过程它就会有汁溢出来，哦，所以带挤甩又把它甩开挺，自然而然它就会一根一根很挺。它也是运用它在抖的过程，在带的过程，它会沿着这个锅面，就像熨斗一样，哦，所以你看，扣抓压，有顺序，哦，那这些过程呢，才会造就你刚刚说的，它为什么会是扁扁的、平平的，然后呢，就是一根一根的，哦，所以你看光它做茶，在炒制的时候，它就要有这种效果。酒茶，它就是它是这个自然的工艺里面，没有在额外为了把这个塑形，再把它就是从它这个工艺的这个工序里面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。它在炒制的时候，其实就在塑形。对。第一炒的时候，对，第一炒的时候啊，哦，你看这个钟大哥有经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他还分，他在整个炒的过程呢，有分清锅、回溯跟灰茶跟灰锅。所以清锅啊，就是说他在一开始炒的时候要有15分钟的过程，炒的时候就是刚刚的那一些动作，那十个动作。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定型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定型的时候呢，炒到什么状态？15分钟之内呢，它要炒到它的水分去湿已经达到70-80%左右的水分散失程度，所以才能够定型，哦，所以只有15分钟嘛，那代表那个火候的控制要掌握在一定的程度。当这个完成之后，你要把它离开锅子摊平，所以这个时候要让它回潮，就是让它回潮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炒的时候啊，一般就像你炒东西接触的时候是做肉面先生，哎，你也是不是阿妈来的吗？是吗？阿妈，哎，